对不起，再撵一个就走。你更高了呀？长一点点，我规模的都行。反正叫我去他那边，他请我吃点素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那好像可以去里面吃晚餐，但他没有看表。所以我说到时候我们看情况。这是你相机先拍一下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你这样可以吗？还是你要坐这边？你坐那边你比较好拍照，大家蛮疯狂。哇，谢我下。他说讲在这边。哎，哦，是我们要开了，对不对？来那个，对，先帮我拿起来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包放里面，掉出来的，对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我忘记了，很有趣。对对对对，我之前有吃过，也是在你车上。那个这份给我，谢谢。他说那个掉出来了。对你们这边都不是一车的哦，你都不是这一车的哦。好，两个吗？你要吃吗？还是？现在不吃，好吃吗？啊，那个 ATP 做到了，看那个自动修车吧。到釜山那边绕一圈回来，那可是后来那边为了盖那个轻轨，拆掉了很多地方。那这边这条临港线这边过去只能到那个前镇，到前镇车厂之后，然后来掉头。他那里前镇车厂有回头有一条线会进那个他高雄机场。那我们今天没有进去，因为车比较重，所以我们今天到那个前镇车厂之前旁边。他会有一个小月台，就是给他们那个高雄机场的员工上下班的时候坐他们通勤车进去，在那边下车进车场进机场用的。那我们在那边也会下车，但你下车要去机场，那车子就去开到前那边等，然后我们去参观完再出来的时候，在那边上车再出来。那出来的时候一样会回到高雄，然后再继续走中外线过去到潮州。所以我跟他说坐这边的目的就是说这样子整路就可以看。高雄现在你也知道他在做一下嘛，对啊，所以这边之后可能就没了，对，就没了。所以今天这个来的，说实话是很快的。你是哪边来的？啊？是哪边来的？我从台北来。台北过来。我喝完。没有，接下来要健康。其实，在做的时候哈，做的时候大概没什么汗，都还好。
这位置，以前他们的活动这边这位置会禁掉。然后听说一次他要飙到三万点。对。然后这一次他没有办禁掉，直接跟他讲，然后我们就照办，但是没有花那么多钱，就是有一些东西。然后旁边他们就帮我用捐出去，他等于说就是，所以我就才会飙到这个位置。他认为他们天王座，所以就是看他的那个，你刚刚帮，你刚刚帮他。说他没喜欢，他没喜欢。天王，那他不知道他有给你那个吗？没有哎、欸。他怎么进来的？他就是针对你在提的。哦。对啊，等下可能等下会发，他会有事。他等一下，他刚刚办的活动很用心。你看早上先给你早餐，然后中间还会有饮料，然后中午有便当，然后下午还会有饮料，然后他的那个，他会有做一些纪念品，然后车站就是这还没有用，这是空警车站，地下的空警车站，这还没有用。对，它是新的，对，它没有开始在地下的，所以它原本没有的，它在地下站，它这个车站叫通勤车站。我可就放在我的椅子上。中间都还是中关线，往这种东西就是往到屏东，但这里算是，它现在中关线应该只算到潮州，所以那边是一直以前的话那边叫做屏东线，以前中关线直到高雄，高雄出来这个叫屏东线，那现在中关线怎么一直到潮州都？又来了，要收。要收，我们先把水发完。还发水。之前从那边发过来就好了。旁边有坐的吗？他这边平常的，平常没有客运的时间，就是早上有班那个通勤的，或者员工的，对，员工是可以工作，然后下午下班的时候关。那其他时间这边会有那个，应该在比较到乡下。他平常的时间这边会有那个。他比如说他进厂维修的车辆就会被冲走，所以他这条也可以到线的话，因为道路标准比较差，所以说他都有限速，因为不能开快，所以说。对啊，这边你看一堆的。然后那边有没有？他那个人拍完赶快跑过去就骑摩托车到后面去。对他子瑜我朋友，他第一次来，欢迎，我第一次来就坐了，没关系啊，你去等一下再给我就可以了，不要紧，都那么熟了，谢谢，然后胸再少一个，我等下给，好，没问题，你看要特别做好。这跟车头前面的放的是一样的，然后那边那个灰的那个旗子最早是绿色，那现在都变成白色，因为灰色，这样现在都是做成白色，它表示是安全，它真的可以过。有啊，他们说这个位置。Thank you.
最近也是新来的，其实真的是大拜拜。今天真的是大拜拜，因为难得我光华号开机，这边再喊一下。以前有没有我不知道，以后大概没有机会了。新来的。第二次的时候做篮球，然后一直
开进去，啊到了，才会开到了。车完那个车子还要再往前开，重要的东西大家先就好了啦，不重要的不重要的就放座位上，好，车放座位上。对啊。对对对，我们小月台知道了，东西还有一个二档车厢的两车哦，然后后面的车厢下车。前面没有水，没有水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先带着。有水先放上吗？你水先放上，你水放。因为我包包里。现在还是热巧克力。老板，老板说。那放上，那我放回去。来，去拿这，拿给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的水壶。我衣服都湿掉，我等下把衬衫也脱掉，穿短袖。我里面是短袖。我把这拆卸了。啊！还没点啊！大家都还在照。走。跟你讲说等一下，没有，看着我的。我说要慢慢的。哇！全部都冲到前面来拍照。那你有什么事情再打电话给我。好，可以了。我要拖完。我可能会先走过去到前面的车站。我都叫拿走，我卸去了。你那是装备选齐全？当然啦，晒啊，这对于湿透。